晚上的蓝湖赏金赛有多难打？不求人 ，X 车队岩羊、泽言、脆油条、包子、逆星、直男均身败名裂，挑战个位数淘汰最快成盒记录，被蓝湖一滑梯球八木笑拉了。一起来看，首先看一下球哥，虽然连续五把成为零或十杀，但是人气6万保底。后面还有一个大水带走，救援 ，OK， 直接带走兄弟们。别急，这么直接保级的保时捷 ，OK， 直接带走兄弟们下一把。能去跳啊，哥们 ，OK， 直接带走。我去，哇，这哥们怎么玩啊？这队，别插网。那个角落就帮他插我。OK 啊，这波不求人也是身败名裂了。第二位泽言也是不求人单挑杯16强选手，在兰博局带兰博吃鸡一战成名的人，依旧无法突破十杀。OK， 下一位吃油条，我去吃油条，兄弟们，那就整个25杀吧，25杀是吧 ？OK， 来直接开吧，不用，这个点太难打了，知道吧 ？OK， 直接带走哈，下一个岩羊。岩羊表现最好，拿到了16个头，却被兰博嘲讽最狠。就是，哎，两队人我打倒这么多，你打得过？能不能行呀、啊？你不行招个帮上嘛，你还当主播？再来一把，来不了。不是，哎，你管我菜不菜？我打这么多，我双拳难敌四手啊！就你这，你还打？你找个帮上吧。因为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全网我只有看过包子拿过55杀，所以我才想让他来。阿包，阿包。阿包，我哎，今天想要什么包？嗯，今天只想吃久一点，好吧 ？OK， 直接开。OK， 你开，房主给你。不知道 ，OK， 直接带走。逆星打来电话排队，不曾想等会成为最快成盒记录。下一个我呗。OK， 可以。OK， 加包。行。完了，OK， 下一个。打不了、啊、今天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发生，明天继续。 OK， 什么都没发生，太快了。要什么？要苹果14，要苹果14就行，今天不要你车了。 OK， 今天不要我车是吧？13分钟来了啊，给你12分钟时间，够不够？12分钟，说实话12分钟不够啊。不够吗？不够那我就加班好吧。不求了，什么七球八球的，没实力啊，直接来我这边倒，直接自闭了都。他明天中午还要来，他不服，兄弟们。明天中午在我这里没带人走，他后天又来，你听不见？他不服吧？他不要丢人啊！他必来，你看着吧。那哎，就他那性格，我了解了很多。兰博来寻常送死，不料遇到了。哇哈！我是男的，你打死我吧！我是男的，我不是女的。你把我打死，我也是男的。哇，我估计是把狙啊！ AG 给你拿在这儿。没干嘛？不是，我来掉分的，我考个什么掉分？我是来掉分的，我去，好巧呀、啊！伤太高了，打不动。我去，我也掉分的，来，咱一起走吧。来，这个牛出来。人呢？人呢？喂，进场狙吧哈！我落地是把狙啊！进场狙！我没有枪、啊，没办法，还一个直男，他追我打，还一个直男，那没办法了，你们死的比我快，你们搞个毛，你们搞哭你个大爷！兄弟们叫直男来吧，兄弟们叫直男来，叫直男来，没跟我说不说话了。兄弟们去看直男直播吧，兄弟们去看直男韩旭他们直播吧，我下班没用的东西，加班陪你，天天你这么惨，拜拜，晚安。